所以他应该是算我的真正的第一次，包括骑马。你让人给你控制在后面，没法打了，不是要出走高吧？然后没出走高。这边有人啊，这边里边有人，里边有人来兵，我给你骑一回，你来试试。好，回来了，看情况不？好，啥子啥子？你自己控。好吧。我看一下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。耶！头里去了，太稳了。我撞你。